楚玄机发誓，从此一心斩妖除魔，与于四凤一刀两断。若你日后再见到于四凤，你当如何？势不两立。人要殊途，他不信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人分好人和坏人，妖也是这样。杀我娘的金翅鸟妖不是四凤，我想再信他一次。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你不是妖四凤，你只要跟我说你不是，我就信，我就信。楚玄机，你可知道，骗人是件很累的事。